何止？我等俱是白身。白身？哼，实不相瞒，北若有基业，天下碌碌之辈，诚不足虑也。今日养伤，深感人生之艰难，就像那不息之长河，虽有东去大海之志，却流程缓慢，征程多艰。人生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即逝，日月蹉跎，人已将老，而功业未建。君侯，相别数载，不想君侯须发，竟已斑白啊！往日你我在京师，也青春年少，何期年逾中旬，早生白发？江河水，总有入海之时，而人生之志，却常常难以实现，令人抱恨终生。你等年纪轻轻，一遇挫折便松散懈怠，日后怎称大器？你等可知那司徒王朗，76岁，还任军师出征，此正如曹公所云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”司徒王朗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我虽老，可两臂尚能开三弹之功，浑身还有千斤之力，岂不足敌张合匹夫？王将军，年近七旬，怎得不老？昔日廉颇年80，尚是斗米肉食金，诸侯魏齐勇不敢犯照，何况黄忠未及70？我虽年迈，尚有廉颇之勇，马援之雄，此二位古人均不服老。今北伐点将，丞相为何置我于不顾？人活百年，终有一死。我愿仿效古时英雄，留名青史，死而无怨。乾坤未定，成败难言。